跟罗非不太一样，是本人是有结婚的打算，但罗非是没有，罗非是意外，然后我是觉得有一步一步在规划中进行的。当时在拍的时候讲那个台词，就还没有想那么多。对，刚刚看到每一句都是自打嘴巴的台词。你是本来也就有想说要这个年纪就结婚，还是说觉得是遇到对的人？觉得遇到对的人，怕被抢走。好感人哦。要啊，要筹备中。真的哦？什么时候？还在筹备，都还在联系。在挑选。这部是什么时候拍的？去年十二月底。十二月。那那时候跟女朋友有想好要求婚吗？一直没有没有。沒有那今年是什么念头让你觉得要求婚？就觉得也跟罗非不太一样，是本人是有结婚的打算，但罗非是没有，罗非是意外，然后我是觉得有一步一步在规划中进行的。当时在拍的时候讲那个台词，就还没有想那么多。对，刚刚看到每一句都是自打嘴巴的台词。那你们在讨论婚纱这个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吗？因为目前才刚开始，所以都还在，一切都还在讨论当中。那婚礼呢？顺利的话是明年。登记的部分呢？跟宴客完再登记。他们会说有宝宝啊之类，会不会怀疑？目前还没有，很多人会怀疑是因为先有才求，但我是没有。你是本来也就有想说要这个年纪就结婚，还是说觉得是遇到对的人？觉得遇到对的人，怕被抢走。对。好感人，这还是希望就是宴客完再那个下一代的问题。对。